之巅，战况瞬息万变，欢迎收看《第一战报》，我是主持人玉文。北京时间8月1号晚，伦敦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决赛结束，最终李晓霞以4-1的比分战胜了自己的同胞丁宁，拿到了伦敦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第一块金牌，也是自己的奥运会第一块金牌，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的第15枚金牌。而失利后的丁宁遗憾地与大满贯失之交臂。